我们有很多年轻有为的领袖，我们要让他们有机会那么成为领袖。所以行动党才是未来的有希望的政党，马华、民政那些已经过时了的。马华在国政里面也没有什么作为，你连你的武统都看不起你的，你还有什么作为？你在国政，武统的领袖每一天骂你，每一天笑你，你都是要靠武统来过关的。你的魏家祥要躲在一个超过 50% 马来选民的这个选区才能够过关，马华的领袖根本走不出这个武统的这个影响力，所以马华在国政里面没有什么前途的。包括在上一届大选，国政倒台了，马华都不勇敢退出国政，民政党第一个退出了。民政党看到什么没有什么路了吗？因为他国会议员也没有，众议员也没有，看不到什么路。那么民政党现在好参不参？参那个国盟，国盟里面有谁？有伊斯兰党。今天的伊斯兰党跟我们合作的伊斯兰党完全是两回事，完全不同了。十多年前，当时是 Nick Aziz 既然当州务大臣，能够控制、能够领导的回教党，当时是中融，讲是全民的回教党。今天的回教党跑单元、跑保守、跑极端，民政党还去支持，民政党还去参加国盟，因为他没有办法，选区赢不到，人民也不会看他们，所以他以为参加了这个国盟，当时穆伊丁做首相，就给这个刘华才一个上议员来做，所以进门进不到，要后门进去做后门的这个上议员刘华才。所以马华跟民政党根本不能够给到大家有什么希望了的一个政党。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，我们只有一个，我们多元种族的政党，多元种族的联盟，就是希望联盟，行动党、公正党、诚信党。我们昨天刚刚在芙蓉开会，所有的最高领导层都出席，我们再一次的说，西盟要跑的路线一定要跑多元，一定要保持我们多元种族的政治，要保持我们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的一个政治。因为马来西亚我们是多元的，马来西亚是属于我们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，不管是马来人也好、华人也好、印度人也好。今天916马来西亚日，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9月16号成立。我们知道历史，当时的这个马来西亚成立的时候，包括马来亚、沙巴、沙拉越还有新加坡，但是新加坡两年后退出联盟，退出这个联邦，所以剩下马来亚、沙巴、沙拉越变成马来西亚。所以马来西亚这个国家、这个国土是多元的。我们在西马，可能我们的主要的这个种族只有三大民族，马来人、华人、印度人，但是在沙巴有几十个民族，在沙拉越也是几十个民族。我们的语言是多元的，去到沙巴你讲马来话可能他们也听不懂，因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语言，有喀达山的语言，有一般的语言。所以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，我们一定要保住马来西亚这个多元。所以在目前的政治局面，只有一个联盟真正是捍卫多元的，就是希望联盟。